下面这个魔术节目呢，我需要台下一位非常勇敢的朋友，能够上到台上来跟我共同参与一下，最好是一位男士。这个，他，哪位朋友愿意到台上来？就是他。没事，可以勇敢的走上，哪位？可以吗？来，大家掌声有请，来，这位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首先非常感谢能够走到台上来，咱们共同参与这个魔术啊。那么既然是表演魔术，您就需要有一件跟我类似的衣服，那么我这里呢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大家看到了，现在我手里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，这是我们魔术师平时表演魔术的时候肯定要穿的一件衣服。下面呢，我想给这位朋友穿上，看看他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带来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，好不好？来，委屈一下，对，伸到袖子里，对，可能会稍微有点热啊。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听到台下的朋友都喊了啊，一个字，真帅。开一个玩笑，当然了，表演魔术我们就少不了道具。我手里呢现在拿有两根绳子，那么这就是咱们表演魔术要用到的道具。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做大变活人。既然是大变活人，当然了我们就少不了还要咱们这位演员来共同帮一下忙。那么一会儿呢，咱们两个要用这两根绳子把咱们这位演员的双手和胳膊都给他捆好。首先我拿这根短的绳子给他套一个扣子。来，下面您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好，首先咱们要把他的双手捆好。咱们两个一人一根，然后你跟我学把他的胳膊咱们也要绑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从后边给他套过去，绕一圈，这是第一圈，咱们再来第二圈。好，给我，我们两个啊已经把我们的演员的手和胳膊都已经捆绑好了，那么下面有请两位朋友帮我把杖子拿上来。大家看到了，现在咱们的女演员已经走到了这个杖子里边，那么我想下面有请这位朋友也共同站到里边去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你站到他的前边面对观众，对，把杖子拉起来。好，但是您的头要留给观众，对，让观众能够看得见你。好，这边升高一点，好的，这边好。大家看到了，现在咱们已经帮这位先生遮挡好了啊，我不知道他到底现在在里边到底做些什么。我看到他的头上啊已经开始冒汗了，但是他还强装笑容啊。这样咱们数三个数，打开看一看，来，一二三。没想到这位先生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就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，为了表示感谢，这里有份小礼物要送给你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大家，掌声欢送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